我的腰就不是因为外婆那个事情回来有几个月了嘛，她明天就要回他们河北了，然后我们就说今天请她吃个饭，然后想给她带点我们这边的东西给她，想了想又没什么特别好的，就拿点我们自己做的香肠，还有就是胖哥他腰就喂的那个跑山猪肉，我这会儿过去给他拿猪肉，然后中午请他们在我们这边吃个饭。现在到幺舅这边了。咦，小宝，小姐，小嫂，加两口肉过去给我幺舅。吃了吗？我昨天把手挂了过来，下一个电话。哎，我感觉你又瘦过了。这个不要看上去肥啊，它这个是纯粮食喂的那个跑山猪肉，就是要肥一点吃起才香啊，特别有口感。这是哪个要记那个跑山猪、啊、这是那个跑山猪，要一只明天这、啊、明天这、哎、明天早会先个十点到五点吧，先给你外婆上完猪再走，咱们到时候慢点走吧，去吃饭。我们那里柴火鸡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这个看得好安逸啊！这个锅边妈妈，走，快走。走。你看到锅边妈妈。哎，快！我们现在开始吃饭了。舅舅，你自己挑着吃哦。要吃了。哎，来，妈妈，快吃，快点。